增加界游玩需要多少天？建议大家准备4到5天的时间。增加界很美，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，建议大家想去的话要提前安排好。增加界的景区实行实名证，需要凭身份证进入，而且需要提前订门票。玻璃桥景区现场是不对外售票的，天门山窗口票每天都有限流，排队买票只会杯水车薪。景区实行分时段进入，如果错过时间段，票就会自动作废，无法进入景区。